好，我们的聚会也即将要结束了。那我们相信各位进来的时候都有拿到我们的节目单，节目单里面呢有回馈表，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填写回馈表，这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对，那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把节目单跟回馈表一起投入我们后面蓝色的奉献箱里，对，就在那里，蓝色那一个，对。好，那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祝福我伫这个暗暝。我领受到最最丰富的恩典，透过文化大学中青团体的分享，予阮看见一个少年人的生命怎样因为认捌主，予阮重新来得到快乐。特别祝福伫阮最最拄了教会青年，伫大家大学、大家教会、大家团体中，会当继续来成长。主耶稣，求你来祝福帮助阮。也祝福伫文化大学的这些大学生，予因伫四年学习的过程中，搁较来认捌主，搁较来经验着上帝你的疼。虽讲我拢住伫外地，伫无共款的所在来学习，求上帝来加添稳定，甲阮三个同在。也祝福伫这些辅导、这些青年、这些毕业生，予阮伫彼此连接的中。搁较来孝念上帝，你会听，愿上帝你的恩典甲阮一家同在，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